是第三天，先海到青森要一个半小时。给你们看青森车站，哎，这是新青森车站。哦，对，是新青森。对啊，是抵达新青森。然后你们看这个大苹果，苹果的林，苹果的故乡吧。苹果的故乡。我现在准备去喝苹果汁了，要把青森的好分享给大家。我要看阿波里。你比较可爱，在那边，这里啦，奥羽本线啦。对，我们要去这边。好了，酷卡丘来了。欢迎来到我的 Pokemon 队。你知道是什么？配对。这有酷卡丘、火精灵、雷精灵、水精灵，分一部哎，这很大哎。这是最魔技。哇，这好日本哦、喔。长得好丰田哦、喔。很丰田。长得像丰田。这是我们一直在丰田。那苹果汁哦，那超苹果汁哦，数量限定，就准备中没有的，准备中什么？世界第一，然后这一般专位各种苹果给你选哦。它这个可以选择那个你要投币投哪个，投币投哪个，就是你是甘味，然后酸味偏强还是偏弱？那我们买一个甘味好了。甘味好。好，我喜欢甘味的。甘味的可以啊。嗯，那我要请。多少钱？180。OK。再喝看看咯。哦，它长这样子哎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喝看看。好。好喝的，这完全不是在台湾吃到那个青森苹果啊。好好喝。好好夸张。这应该外面也有吧？这我可以每天喝。应该外面也有。这好好喝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三天你也狂喝苹果汁哦。哎，苹果汁又很营养。好 ，OK， 青森开。Go。Go。换装完成。我刚刚本来想说可以撑到饭店，但撑不到，直接换装了。太冷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换装。我来看一下你的装备。这边超暖的，加拿大鹅，这感觉是挡雪的哦。有那个雪覆盖在上面，还没有融的。但听说今天晚上是1度，感觉就很冷。我们在这边待三天呢，但是很冷的气候很适合喝苹果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喝起来很幸福。好，我们就去饭店喽。拜拜。好快哦！终于不是了。OK， 到仙台站喽，要去饭店喽。青森了。到青森站了。我要去饭店喽，走。啊。要介绍你的日本装备了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就买的，我跟凯瑞一人一个这个。好用的，这个超好用，这个后面它是有点防盗的，我觉得出国这个很重要，等于说它的护照放进去，它会不会被人家经过就可以算你的个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去吃饭喽。こちらお会計、レジでお会計。OK。レジありがとう。啊，这看起来好吃。我吃的是那个猪排冻，猪排冻，然后是猪菲力腰内肉，嗯，我也是猪菲力咖喱饭。这看起来好吃哦。饿。嗯，然后这个蛋。我要先弄这个酱，这看起来就很厉害。这个咖喱酱，你弄啊？嗯嗯，好好吃哦，好快。嗯，好好吃哦。你说那个辛辣的腥味？对，但不会辣。好吃哎，好好吃哦。凯利路专卖店。哎，我要吃一个。我要吃一个。好，吃看看。凯利路哦，它真的是人气 number one number two， 但我不知道它怎么不一样。你们看它身上那个蜂巢状，这很好吃哎！这是我吃过软的可丽露当中最好吃的，而且它中间好软，好好吃哦！好软啊！我们等下就不知道去哪，漫无目的的逛街。好，你要看我们接下来下一站去哪吧？哎，好，快点啊！过来。先逛一下，下次逛一下，改天再来认真。各种苹果角。是什么？这是 Wonder Apple， 这应该是苹果汁。是苹果汁啊？苹果酱。苹果酱。这是青森苹果。Apple 的 Orange。OK。它挖的好可爱哦 ，Orange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就
什么够的。然后他就是先选 size， 然后选。对，他都会标示甜度。在清真车站旁边就有一间 Factory， 走路大概三分钟。然后它里面卖很多那个清真当地的一些对苹果做的特产，然后有苹果汁、苹果醋、苹果酱、苹果派，然后还有一间就是 Gelato 专门店的。Gelato 是意大利人在吃的一种冰淇淋的形式，我之前在美国吃过很多次，都觉得很好吃。它没有那么冰，我没吃过。目前在台湾没有，目前啊，如果有的话可以大家推荐给我。我目前没有吃过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我试看看。对，它是奶比较少，你们看哦，它有啊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上面有很多苹果的那个甜度、酸度可以选择。就光苹果就很多种口味。对，它有很多种口味，除了苹果之外，还有什么抹茶什么都有。嗯，这是最甜的，这个外面这个。是最甜最酸的。嗯，最甜最酸，超赞。嗯，好，我试看。因为你也可以人生中第一次吃绝辣头，怎么样？有颠覆你对冰淇淋的感受吗？它口感就是苹果泥。对，它就是冰的那个，没有这么冰。那你像就是你把整颗苹果冰到冰冻库。哦，对对对，觉得很有这种感觉，就不是冰淇淋的感觉。对，它就不是冰淇淋的感觉。它就像你那个食物变成。其实它面还有草莓牛奶，还有抹茶这一类的，而且真的就是苹果泥。你进到嘴巴里，它就会化成泥的状况。化作春泥。没有啦。好好吃啊、喔。很好吃哦、喔。嗯。先买了一个抹茶的，你想看它的那个绵密程度。好扯哦、喔。先吃看看到底跟我。我觉得你会很喜欢，而且它是用青森产的牛奶做的，嗯，很好吃，很浓，好吃，很好吃，超好吃哦！而且它在嘴巴叫什么？绝辣头，绝辣头，但是要是正统的绝辣头是念是这样，绝辣头，它是意大利文 ，G E L A T O， 毕竟我以前是学对会点意大利文，嗯，绝辣头，好啦 ，OK， 再来吃哦，继续吃哦。刚刚没有菜单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要去看菜单喽。哦，哦，生的鲑鱼两罐是400 yen。很多人来前都会吃这个。台湾。台湾。你先吃这个。这是青森县产。不腻。就是海胆啊，它是扇贝，然后弄，再加入这个 egg， 加喽。哇，看起来好厉害哦！好，等吧。看这个才厉害。这个尾鱼是有厉害的部位那种感觉。你骗我的。辛苦了。这面好滑哦，嗯，好好吃哦。点的这个面还有配上它的这个甜粉。啊，今天我们来平台这间必吃，这次是我查到日本的比蛋糕，因为日本专门排队，对，排队一下才进。对，这个我也太扯了吧，超大一块。不管了，我觉得超甜了嘛，超甜，嗯，来，交给你表演了。我一口吃哦。好。嗯。很好吃。鳄鱼这好吃，今天又要整个油脂在口中散开。嗯。鱼肉天不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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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哦，这虾子超好吃，来给大家看一下鲑鱼。那个是章鱼，烧鲑鱼。这个是比目鱼。嗯，至少比目鱼。哇塞！太好吃了！哇，好好吃哦！终于理解为什么日本人都排队等得起，他们在外面坐的。对啊，啊，这个来很厉害的，来给你们看。就是扇贝生鱼片，超大。对啊，好吃哦。这是什么？干贝唇。干贝唇，好甜啊。Q 味，那个海味。嗯。然后它这个扇贝，它一个做法是焗烤，听说有好吃。哇，很大哎。很大。这是什么？什么巨无霸？
好了。你怎么吃掉了？它怎么酥酥的？而且你很喜欢吃虾子。甜虾。嗯。生虾。哦，这甜虾哦。嗯。哦。感觉很厉害。看起来很好吃哦。生虾。凯瑞就喜欢生虾哦。好好吃。听起来超好吃。我来吃这个。熟的也很好吃。熟也很好吃。很甜。嗯，甜虾。嗯，更甜。这应该很好吃。甜虾。我来吃炙烧鲑鱼。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它那个油花。真的傻眼。真的傻眼。我们通常如果找附近的餐厅来吃，就会找 Google 有四以上绝对不会踩雷，因为我觉得日本人的那个标准蛮高的。日本人很严格哦，非常期待的。哦，这很肥耶，这我不敢吃。是你不敢吃？我不敢吃，但是喜欢满的应该会很喜欢吃。主心满啊。嗯、超好吃。夸张，真的。它酱很特别。它酱那种烤鳗鱼那种甜甜的酱，不是你外面吃到的酱，是那种酱，但是不是你外面吃到的酱。是哪一种酱？是你印象中的酱，但它的甜是，哎、欸，甜甜来了来了，没有哦，没了。一段，对，它不会在嘴里残留很久。对，可是我不敢吃。那个鳗鱼是直接化在嘴里，就很软，很扯，非常扯。它是一般我们吃到鳗鱼都咬，它是直接化掉，化掉。嗯。我希望它是有带一点甜甜的那种焗烤的。哦，我知道你意思。Cream cheese。我先吃一口焗烤的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其实是用这里的奶焗。哦，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好好吃，好不好？很好吃，好香哦。嗯，它那个奶味超香，超浓醇的。再等一下看哦，不能吃掉。这是满满的焗烤盖在那个扇贝上面。但是我们今天先分到这里，那就期待明天喽。期待明天喽。安子谁了？安子谁了？拜拜。床啊，床头灯，然后办公的地方，对，对我们来讲，空气清净机 ，OK。最重要的是采光很好，对啊，采光很好，采光非常好，这个很好弄呢。这个烫烫他们洗澡的裤的，对，厕所就是免治马桶，然后里面的浴缸跟淋浴是分开的，然后这一件很特别，它就是那个，对，它是可以自己去拿泡澡包，我觉得这个很加分，因为泡澡包那个在台湾买其实蛮贵的，因为那个我们买过很多次，这绝对是亲身最佳住房地点，因为我研究了很多，最后选决定这一间，大推，叫做亲身站前 Roynet， 对、Roynet， OK， 这个就是你要不要打扫？我在睡觉，不要打扰，不要打扫，会打扫， OK。房喽，这边陪我们住了三天。我们是住909，可以选909，因为旁边是洗衣机。我是运气很好，旁边就是洗衣房。洗衣房超方便。对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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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情感第一餐，走走走。